我与他们相遇在2017那年，缘分起始于为了共同拯救起一个学生社团，而这份友谊并没有随着时间地点的推移就此被遗忘。今年在寿星好友陈汉的生日邀约下，人在北部的我们决定开着 Kia Sorento 南下，与平时住在南部的朋友们汇集于台湾中部的南投。许久不见的好友们一路嬉闹聊天着，但也不免谈论起车内设计及配备。哦，那这个调座还是一样，是要手动的。后座要，前座不用。前座不用啊？前座不用。那怎么调啊？那个右边有那个。您的是电动的。哦、真好，为什么我从上一天到现在都还是手动的？笑死！后座空间 OK 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自己在调。我帮你到最后了。哦，对，椅背你可以调。我想说往前调一点，椅背就可以往后靠。对啊，可爱。你会热吗？热的话，它好像还有那个通风座椅。那个按钮就是通风座椅。通风座椅。通风座椅。所以你的背会凉凉，背后会凉凉。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不是，我好奇这功能在哪。那你背后发凉。真的，真的，我现在背后就是、啊、背后灵的概念，这样。就感受到您的背后灵。遮阳帘呢？对耶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外面。今天二十几个人都知道你要车速吗？大家都、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我车，就是发现车围了一圈，什么可爱动物群，然后在围了一圈，笑死！可是你们这个是不是前座没有？前座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好酷！后面老板坐的有一个优势，对啊，你是老板哎、欸。不得不说，它的内装的质感真的很棒，而且它的铺陈是非常新颖的，不会让你觉得说就是一辆很无聊的车，坐进来会是很年轻活泼的感觉。双前座也都有像这种电动调整的功能，就算是像现在开长城，坐进来也很舒服。它坐起来整个都是会让你感觉很放松的样子哦。那第二排尊荣独立的座椅当然就不用说了，那它一定是最舒服的，而且可以拥有独立的乘坐空间。那所以我觉得身为 Sorento 的乘客真的是非常幸福啊，羡慕啊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才进入南投就下起了倾盆大雨，这让我们瞬间心凉了一半。不过旅行必然是如此，充满着意料之外的惊喜。驾驶着稳重的 Sorento 在遭遇不良天气载着好友出行时，确实多了几分安定之心。这一台四轮传动，这一台四轮传动。黑神将是完蛋了，黑头粉刺。大厨。拿着酒，战战兢兢，哪里像？就即兴的、啊，最厉害那一种。你跟我说你们身上还有酒呢，我没有，没有呢，没有呢，没有呢。我们准备的不是酒，其他的。规则说这个，今天没有干不能回家哦。他说两只啊，他没有打算带回去。这个是属于我们老干部的礼物。哇塞！今天要喝这喝多少？而且已经进入状态了。还好啊，我才第二支还是第三支的样子。我是陈汉，这是我第二杯。好，是，帮您进。我想看那个系列走。其实这支主角是侯陈汉呢。开了百草的，不过就有口味。嗯、然后那边有玻璃杯啊，拿玻璃杯开喝啦。感谢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，生日快乐。80%，在泽一还没倒之前，我不会倒啦。
我录下来了。在大雨后的南投鹿谷，与许多新朋友们初次见面，在露营氛围催化下，倒也不感到尴尬，互相帮忙着。干嘛、啊？怎么没有脱衣服、啊？衣服嘞？怎么还在？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在什么铁达尼号的进行？真的吗？什么？你想去？这是什么意思啦？你要去抱谁了吧？抱谁了？抱谁了？哎、欸！那间厕所，那间厕所。我找你，四小时就到。看你要不累还没收车啊，哎、欸，很慢很慢，坐在中间冷静一下，三个就忘了，三个就忘了。这个，希望今天所有来参加的朋友，永远平安健康 ，OK？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说，要么是公司的文化改变，要不然就我高中。这个地方让我学到很多，但是他的公司文化真的是很坑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愿望，至少给我个袜子吧，我当一只脚踩那个，像你的步道，你懂吗？我好啊。已经在车床上面，然后准备要睡觉了。大家现在都在帐篷，只有我一个人爽爽的睡在车里。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我是睡那个豪华套房的感觉，大家都很羡慕了车床。而且我要称赞一下 Sorrento， 因为它是三排座椅，第三排呢会有置杯架，还会有一些灯光等等调整，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用自己的灯，可是呢，置物空间来说，如果晚上口渴了，你可以放一杯水在旁边，其实是蛮方便的。而且它的空间相当大，加上我们第二排座椅往前到最前之后呢，置物上呢非常方便，所以今天置物真的是没有任何困难。南投鹿谷位于南投县西南部，就称羌子寮，日治时期改成鹿谷。鹿谷的特产相当多，就连闻名国际的洞顶乌龙茶也是出自于此。他昨天感觉其实蛮想下水的呢，他应该早就预备好了，他就说我不要现在去换衣服啊，反正我等一下应该要下去。也是太享受，他不是还下去第二次那个游泳，还有在那边静坐，搞笑哎、欸，太大一包了吧。害了吧，这个厕所什么意思？金笋迎客，现在就在观光厕所，金碧辉煌哎！这还有那个阶梯，然后还有喷水池哎，这是厕所。这次驾驶的是柴油版车型，搭配双离合器可以快速换挡，有地形行车驾驭系统，也有行车模式可以切换，都能按照需求应付多变的路况及驾驶情境。幸好这回开着 Sorrento 才能与隔壁的 Wish 相提并论，放置我个人的车床器具外，还能分担载运好友们，甚至提供大家舒适的乘坐空间。主角在这里，给他多一点画面。他已经有很多画面了。哇塞！
我是不是挡到大家？蓝色的超配的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其实我挡到大家，即将出现在大家的照片里面。我是台北来的乡下人。回程路上开着 Sorento， 不禁回味起短短两日的相遇。无论是熟悉的好友，或是才刚认识的朋友们，一车人齐聚车内，时而嬉笑吵闹，时而温馨放松。我想这就是长程旅途最棒之处。我再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我给你们。